来一个园观看这些荷花，给我的感受非常深。一个是荷花这个面积非常大，然后包括它色泽非常鲜艳，有各种颜色，像粉色、白色、黄色。它在远看呢，有它就是不同的这种颜色的美，包括近看也有这种细节的美。我觉得很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现在身处荷花池中，然后后边还有西山，然后再配着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，我觉得感受非常好。知道视频，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。